啊，那小片风台，强风大风嘛，扫过乡村，不少所在路树拢倒去，砍棒落落来。乡村镇公所昨昏有派五台怪手协助排除，有的所在窗仔门破去，啊，那铁柱是掀倒去。乡村基督教病院的警卫亭嘛，被风吹甲散去，四界拢有灾情。屏东县的万州乡甲牡丹乡，今仔日同款是停班停课。看这个铁皮柱，被风台吹甲规栋掀开。规个解体也甲规四过，小坑风台定量过乱片，对乡村半岛造成正大的灾情。民众做伙甲铁皮散开，以免灾情扩大。有一寡开店的头家去店内巡，发现唔那是条河旁吹甲变过，饼也放弃，赶紧抢救。屏东乡村的西潭路路未通，车无法度过，怪手来甲倒来树啊散开，好车过。路线都清倒，然后电线杆啦、电力的部分。然后就是广告招牌啦，都是造成一般的伤害啦。那最主要是交通道路有都受阻的现象。小坑风台侵袭乡村，镇长讲未输敢那是小狗过境，造成真侪灾情。公所一直接到民众的电话，自早起无用到下昼，怎么主要干道车拢会当过啊？只个那村塔往乡镇的路也搁直直清，但是也搁停电的情形。公所统计，乡村十七个里至少一半停电。乡村基督教病院也是受灾祸，感谢其翕到警卫亭，火风吹甲解体倒去，规片两河旁也火风太吹走。大概六点多，风势开始转强，我们这边大概这个大门就被吹垮了，设备有受影响，但是我们医疗提供的服务我们都没有受影响，急诊我们都照样。病院讲玻璃被攻破，规个那是蜘蛛网，五楼有阳台引水，天棚崩落，好佳哉拢无人受伤，医疗也佫合理之间运作拢真正常。乡村市府的邮政超市，二楼外墙本来是规片的窗仔门，被风吹甲拢破去，业者赶紧用擦板行动的，甲涂改碎玻璃扫清气。昆定大过业者，趁过头了，风雨较细，赶紧清理。前两个台风还没那么严重，对，然后可能这次的雨势啊，风比较大。乌来片公园附近的观光业者，受落树倒来，拄好倒伫咧因店门口。等未赴政府来清，家己先把手啊散开，希望风台赶紧离开，会当开店做生意。记者综合报道。